大家好，感谢上帝又使我们来到了分享话语的时间。我们在学习之前呢，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慈爱圣洁的上帝，深深的感谢你使我们来到这安息日的恩典当中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心完全的合一，并且完全的献上。求你能够来悦纳我们这样肮脏和不足的罪人的心，求你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将这样的心献给你，你也能够将你的圣灵和真理充满我们，你赐给我们有对话语非常渴慕的心，你也赐给我们有理解真理的智慧。我们把接下来的光阴全然的向主交托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运行，让我们在一个真理和一个圣灵当中来敬拜。这样的祷告实在不配，奉主的名恳切的祈求，阿门。我们在学习话语之前呢，我们首先来看几节圣经。首先呢，请大家翻到箴言书第20章的27节，这里说：“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”人的灵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是与上帝交通的唯一场所。上帝和我们交通说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也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上帝用他的真理来照亮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的心要完全献给上帝。我们的内心的灯要想持续不断的点亮，那需要什么呢？就是油。圣灵的火应该经常在我们心里燃烧才行。所以我们心中要充满上帝的话语和真理，这样我们才能发光。我们有这样的灯，绝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要成为耶和华的灯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18篇的28节：“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。”那么这里呢，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一样的。上帝非常想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点亮这个灯，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一周，上帝的灯能够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我们要经常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，说：“主啊，你在我的心灵当中点亮这个灯吧。”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做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8章的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这样的人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里并没有说看见耶稣的人，而是说跟从耶稣的人。那么跟着走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继续向前行，就是我们在明白真理的基础上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跟着主走。我们不是说一次悔改重生就结束了，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继续的献给上帝的经历，也就是跟着主走的经历。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持续不断的供给我们圣灵的火，否则我们的灯就要熄灭了。魔鬼知道当我们接受了真理以后呢，我们里面就会有光，那么他就不能把我们心中的真理夺走，但是呢，他会一直不断的阻碍我们，让我们得不到圣灵。或许呢，让我们非常的忙碌，或许呢，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些偶像不能抛弃，把它放在怀中，或者呢，使我们跌倒，让我们不能站起来，而且往后退步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魔鬼的工作。魔鬼就是这样阻碍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够持续不断的得到圣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的向后倒。虽然我们得到了一次光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持续的领受圣灵，我们还是会走在黑暗当中。那么听到的各位，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真理和光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确信不疑的信心。在你的周围可能会有很多人对你说这样和那样的话，这个呢都无关紧要，关键就是我们对真理要绝对不动摇，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。我们知道黑暗是无法战胜光的，所以我们要确信真理和圣灵。那么今天呢，
我们想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光，也就是有关预言和福音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呢要再明确的给大家说明一下。请大家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一节，这里说到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，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但以理书12章给我们描述了我们将会面临的最后的患难。那么这里说到的患难呢，也就是从有国以来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过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苦难，但是如果这些和我们将要迎来的大患难相比较的话，那就算不得什么了。而且呢，这里说到从有国以来，也就是说在世界上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艰难，很大的灾难。比方说在约瑟的时代，埃及曾经发生过非常大的饥荒。那么这些呢，和将要来临的大患难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。我们也知道，过去在中世纪的教皇权逼迫的时候呢，曾经有非常大的患难，很大的艰难。那么这些呢，将会比中世纪教皇权的逼迫时期的患难还要大。所以说从有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患难。那么又说到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册子是什么呢？对，是生命册，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记载的生命册。那么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一起来理解这个问题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要来思考一下，说米迦勒必站起来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米迦勒呢，也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米迦勒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谁能和耶和华一样呢？谁能和耶和华征战呢？所以每当圣经当中记载耶稣和魔鬼之间征战的时候，就是用米迦勒这个名字。那么在我们通过大患难的时候，米迦勒必站起来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他要站起来呢？我们再来读一下但以理书12章第1节，看一看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呢？这里说，那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。那么这个理由在这个里呢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米迦勒为什么要站起来呢？也就是为了要保护他本国的子民。那么他保护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也就是凡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。那么我们再想一想，为什么说站起来了呢？比方说我们是坐着的，我们就说现在我站了起来。也就是说在这站起来以前呢，一直都是坐着的状态，但是在这里说到米迦勒站起来了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他在站起来以前做什么呢？对，他是在坐着的。那么从坐下到站起来，这句话就是要表达他在站起来以前一直都是坐着的。所以在这里体现了米迦勒本来是坐着，现在却站了起来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百姓。什么样的百姓呢？也就是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百姓。那么我们再来理解一下，那时这个具体是指什么时候呢？也就是有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患难时期，也就是耶稣特别保护他百姓的时候。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都在保护着他本国的子民。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有6000多年了，他一直是这样在保护着自己的子民。但是呢，在12章第1节，这个保护的场面包含了特殊的意义。耶稣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站了起来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为了要知道这个答案，我们必须再读一遍。那时，这个那时呢，也就是正是指的但以理书第11章44节到45节的时候。
这里说到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多人杀灭尽尽。圣经当中呢，也会提到北方。那么北方呢，一直都是指着上帝宝座所在的地方，所以上帝的审判呢，也是从北方而来。当犹大和以色列叛逆的时候，上帝是从北方兴起来一个民族与他们征战。那么东方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东方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向。在启示录第七章，我们看到从东方日出之地有一位天使拿着印飞过来，所以从东方来的信息，也就是末时代我们得到完与圣灵以后要出去传讲的信息。什么信息呢？也就是受上帝印记的信息。上帝要施行最后的审判，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的印记，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。那么当我们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教皇就会非常的愤怒，他就想起来杀尽主的百姓。所以呢，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的那时，也就是指的这个时候，也就是说四十四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教皇权要杀尽上帝愚民百姓的时候，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要站起来保护自己的子民。米迦勒从这里站起来了，那么在这之前呢，他还是坐着的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都讲到了这样的话语，我们现在呢就来查考一下这些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的二十节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里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，一直都坐在天父的右边。所以在天父的右边呢，也就是象征着像上帝那样的大能大力，也就是上帝的能力和权柄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四节，那么这里呢也在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为了替我们祈求，也就是说耶稣为了给我们做中保的工作，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看一看二章的十三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再看一看三章的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。那么从这些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为什么呢？为了给我们做中保的工作，他坐在了上帝的右边。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为了保护我们。耶稣为了让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主耶稣坐在了上帝的右边，也就是象征着为了救赎我们，为了帮助我们，他继续做着中保的工作。我们现在还要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，所有的天使，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呢？耶稣为什么坐着又站起来呢？他坐着和站起来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理解这些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希伯来书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
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替我们在天上做中保祷告的场面。我们需要从肉体的罪中得到释放，这个正是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所做的工作。而且呢，为了帮助我们，为了使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犯罪，所以主耶稣一直在为我们做着中保祷告，一直坐在上帝的右边。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呢？也就是为了使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得到拯救，得到释放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呢不单单是我们去称呼耶稣为主，不是说我们称呼这个名字就够了，而是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从罪当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被记在生命册上，这也就是救赎。救赎不是说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得到拯救，而是我们在罪恶当中得到释放，完全的胜过罪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下，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耶稣基督站起来的场面。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9节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哪怕你建造再高大再豪华的教堂，你们到教堂来做礼拜，但是如果不真正的把心献给上帝，那么这样的敬拜是没有意义的。上帝说，整个的宇宙都是属于我的，你们在地上建造那么豪华那么雄伟的教堂，我就能够在那儿临格吗？我真正临格的地方，也就是在你们每个人的心里。那么这个呢，正是斯提凡在殉道以前所做的讲道。那些人听了讲道以后呢，他们就咬牙切齿要打死斯提凡，因为斯提凡的道给他们的教会定了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里真的是充满了罪，每个信徒的心中都充满了罪。难道仅仅有豪华的圣殿，我们的上帝就会临格在他们中间吗？他们心里灌满了罪恶，上帝无法临格在他们的心中，没有办法临格在那样的教会当中。所以斯提凡这样讲的时候，大家就非常的愤怒，他们咬牙切齿要拿石头打死他。我们再往下看56节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。也就是当斯提凡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上帝的右边站了起来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当上帝看到他的仆人正在受苦，他就站起来想要保护他的仆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那么随随便便的动我的仆人吗？因为这个时候恩典时期还没有结束，所以上帝就让斯提凡殉道了。但是在最后的末时代，将会有恩门关闭的时候，恩典时期结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上帝再也不会保护，再也不会宽容地上的恶人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上帝将会站起来亲自保护自己的百姓，不会让自己的百姓死在这些恶人的手中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24节到28节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刚才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了。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上帝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。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类了。万物既伏了他，那时子也要
自己服那叫万有服他的，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，那么当世上的万物和魔鬼都服在他脚下的时候，耶稣才能站起来。大家理解了吗？现在耶稣正在为我们做中保，但是当我们在魔鬼的束缚下完全得到了释放的时候，耶稣就会站起来主张这些百姓是属于他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到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人呢都在魔鬼的束缚之下，在没有得到释放以前，耶稣一直在天上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说到，基督必要作王，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话呢有一点难，我们要很好的思考一下。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我们想一想，当打仗的时候把仇敌打败以后，打死以后，将军就会用脚践踏在仇敌的尸体上，在上面站着。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仇敌都被他征服了，仇敌败在了他的脚下，所以一直到仇敌完全被征服为止，仇敌才能够伏在他的脚下。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作王。那么这里要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要作王的意思。但是现在呢，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战胜魔鬼，所以呢他还需要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不能站起来，还得继续坐着。那么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也就是我们完全胜过魔鬼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仇敌都将伏在他的脚下，我们的主耶稣将在最后的善恶之争当中完全得胜，而且呢将会站起来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大家是不是理解了一些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十六节。二十六节这里说，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那么最后所要毁灭的仇敌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死。在什么情况下所有的仇敌都伏在了耶稣的脚下呢？也就是当我们战胜了死的时候，当我们完全的战胜了魔鬼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主耶稣与魔鬼征战完全得胜的时候，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还要更深入的理解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那么这个五十五节的话是谁说的呢？我们可以看网上看到五十二节说，就在以撒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所以这里呢是指着圣徒所说的话，也就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他们重新活过来的时候他们将要讲的话。那么五十五节呢，也就是说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将会说这些话语。那么活着升天的人，他们也将会说这些话语。死啊，你究竟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从此以后再不可能有死亡了，你们再怎么来害我，我也不可能死了。为什么不会死呢？因为再也没有死亡的毒钩了。死亡的毒钩究竟是什么呢？五十六节给我们说到，死的毒钩也就是罪，罪的权势也就是律法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会死呢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老了才死吗？真的是得了病所以要死吗？为什么要死呢？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要死。我们没有得胜罪的时候，
我们就会在死亡当中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没有罪的时候，当罪在我们里面完全得胜，完全消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死了。只有在罪恶当中得到完全饶恕和救赎的人，这样的人呢，他们死了以后才能够重新的复活。而且这样的人，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活着的话，他将会永远不尝死味，要永远的活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，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那么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世界上一切的罪恶在我们心中毫无所有，我们里面再也没有违背律法的心，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将会记录在生命册上。那么刚才我们查了这些经文，大家是不是完全的理解了呢？现在我们把刚才所查考的这些经文很扼要的概括总结一下。现今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，耶稣经常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，那是不是说他就一直坐在那里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一种表达，这是象征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做着中保的工作，所以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为了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，为了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，为了将圣灵赐给我们，为了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为了帮助我们从软弱当中获得胜利，而且呢，为了应答我们流泪恳切的祷告，所以耶稣一直在帮助着我们。圣经呢，正是在给我们描述了耶稣为我们做着这样的工作。那么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一直要坐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到所有的仇敌都被征服在他脚下的时候为止。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才能战胜所有的仇敌呢？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仇敌征服在脚下呢？也就是当律法在我们的心中再也找不到罪的时候为止。所以说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。那么听到的各位，当我们从罪孽当中真正得到释放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了这种经验的时候，耶稣就会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，这个时候耶稣才会从宝座的右边站起来。那么末时代的教会正是应该成为拥有这种经验的教会，这也就是最后女人后裔得胜的经验。他们是有耶稣的真道和耶稣信心的人，最后教皇权将会起来，要杀害这些，要杀灭这些与圣的子民。那么就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的天使长米迦勒就必站起来保护我们。其实呢，这个也就是福音的结论。很多人认为单单得到罪的饶恕就可以得救了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我们的得救不单单是在饶恕上结束，得救也包含了我们完全的胜过罪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呢，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来完成的，只有靠耶稣基督中保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到。所以为了使我们能够从魔鬼那里完全的得到释放，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祷告的工作。现在教会中存在着两种对福音的教导，一种呢就是说在罪中可以得救的教导，也就是很多人还生活在罪中，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另一种也就是我们脱离罪恶才能得到救赎，但这个呢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献上自己的心屈服于耶稣，这样罪在我们身上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了。现今耶稣就在等待着这样的人被记录在生命册上，那时耶稣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就要从宝座的右边站起来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思考，就是说现今呢，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深刻的理解罪的性质，所以很多人呢还在罪孽当中生活，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他们就在这样的错觉当中活着。人们根本就不完全的理解罪本身是一个多么深刻的问题，多么严重的问题，罪是多么的可憎。那么罪到底有多么可憎呢？我们只有回到伊甸园，我们才能够理解
这个罪恶是多么的可憎。我们想一想，在伊甸园中，亚当和夏娃他们所犯的究竟是什么罪呢？他们是不是杀人了？不是的。那么他们是受欺骗了吗？不是。那难道他们犯了奸淫吗？当然不是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奸淫的对象。那么亚当夏娃所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们只是吃了一个果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吃了一个果子，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从伊甸园当中赶了出去，于是死亡也临到了他们。并不是因为善恶树的果子本身有毒，让他们死，导致了他们的死亡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，没有顺从。正因为这样，他们的后裔，所有的人类都在罪恶当中受咒诅，死亡也就临到了众人。所以大家应该知道，罪就是如此的可怕，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上。可能亚当夏娃所犯的罪，是非常大的，非常恶的，人们才会觉得他们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，多么的凶恶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因此误解上帝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如此的严厉呢？你不能够谅解他们一下吗？他们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，你怎么这样严厉的处罚他们呢？大家要知道，并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儿。罪本身就是叛逆，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，这个呢，也就是叛逆的心。因着这样的叛逆的心，所以他的周围和整个的世界都被引向了灭亡。假如说我们也存着这样叛逆的心，继续生活下去，我们保留着罪恶，继续的生活下去，那么不但是我们自己，而且我们周围的人也将会走向灭亡。由于这个丈夫的罪，可能整个家庭就会毁灭；由于这个妻子的罪，可能整个的家庭最后就会导致灭亡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深刻的理解罪的本质是多么的凶恶。有时候呢，一点点小偷小拿，最后就会成为很大的强盗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就教导我，绝对不能够去拿别人的东西。我们有一句格言，都知道的，就是从小偷鸡蛋，长大偷轮船。如果说我们怀抱一些小罪的话，那么最后我们就可能会犯越来越大的罪。所以不管是大罪小罪，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。人们为什么经常继续去犯罪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罪恶是多么的危险，多么的可怕，而且对罪也不感觉到难过，没有真正的理解罪的本质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犯罪以后呢，这个罪就会直接的给我们带来两种结果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、罪疚感，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受。这样呢，我们里面就会失去幸福，也会失去那种非常纯洁正直的心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当我们犯了罪以后，这个罪的记忆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。那么这个罪的记忆呢，将会使我们往更坏的方向去发展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们对罪恶的知识就会增加，结果呢，只有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软弱，更加的罪恶。在很多年以前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，他们发明了一种非常尖端的技术，也就是说呢，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很好的去判断，这个嫌疑犯是不是真正的罪人，是不是真正的罪犯。那么他们就发现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任何人，犯了罪以后都会有罪的记忆，每个人都有罪恶藏在他的大脑里面。所以警察呢，他在检查罪犯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仪器拿出来，把这个天线呢和这个罪犯的头发连起来，然后让他们来看犯罪的场面，看这个犯罪的场面所拍成的画面或者是拍成的照片。那么当他们看了以后呢，他们就会有反应。没有犯罪的人在看到那些照片画面的时候呢，他们头脑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反应。但是呢，犯过这个罪的人，他们的头发上呢，马上就会有电波传导出来，就会传播到仪器上。这个时候大脑他就开始叫起来，
他就会说，哦，这个是我做的。所以可见呢，当我们犯了罪以后，罪的记录就会在我们大脑当中产生痕迹。假如说这个人他犯了罪，那么这个罪呢，就会在他的大脑里面储存下来，然后通过这个仪器呢，大脑就会传播出来。所以只要是犯了罪，那么这个罪的痕迹呢，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抹灭的。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去犯罪，那么罪呢，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理智变得越来越弱，会让我们的良心和意志力变得越来越弱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品性、我们的品格就会完全的败坏，让我们失去属灵的辨别力。所以，这个罪呢，也就是使我们和上帝分离的非常可怕的事情。罪就会导致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隔绝。我们如果继续犯罪，那么我们就会拦住上帝圣灵的声音，我们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和感动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犯上帝的诫命，这个本身呢，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人类都犯了罪，亏去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，本来呢是拥有上帝的品行，并且按照品行去生活的。那么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就能够按照上帝的品行来生活。上帝就是这样的来造我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主，违背诫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无法领受圣灵，无法听到圣灵的声音，我们就与上帝完全的分隔开来，我们就不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，再也不能够按照圣灵的引领去过那种绝对顺从的生活了。那么我问大家，上帝怎样医治我们呢？我们心中的罪病怎样才能得到医治呢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怎样才能够不去犯罪呢？为什么我要去犯罪呢？这是因为我本身爱这个罪，而且罪呢让我感觉到很痛快、很高兴，所以我去犯这个罪。假如说我厌恶这个罪的话，我还会去犯吗？当然不会了。那么犯罪本身呢，就是因为你觉得它好，你非常的愿意，所以你去犯了这个罪。虽然呢，罪本身是不好的，但是呢，你的里面有一种欲望，有一种感受，有一种感觉，想要去犯这个罪，觉得这样做很好，所以呢，你对这个罪没有真正的感觉到痛苦，没有对这个罪真正的感觉到厌恶，所以你就去犯了这个罪。那么最近呢，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，我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很多时候呢，孩子呢，他们很顽梗，就是他们的心呢很刚硬，他们不肯听劝。你对他说这样要这样做，他就是不理解，然后他就是要反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作为父母来讲，这个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痛苦。那么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听从父母的话，那个时候心里的痛苦呢，真的是没办法去说，真的是太痛苦了。当我的孩子让我感觉到很难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理解了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对待我的这种心情。那个时候我也是如此的让他们感受到痛苦，所以呢，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到我的过错，还有我的罪，我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受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一定要对自己的罪感觉到非常难过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才能够结束。我们通过屏幕听到的各位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呢，要在这个生涯当中结束自己罪的唯一的道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罪非常痛恨的心，非常难过的心。我们为什么经常反复的去犯罪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为罪痛苦，为罪难过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耶稣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。那么耶稣他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死啊，但他为什么非要钉在十字架上死呢？我们知道罗马兵丁在他的肋骨上刺了一枪，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？当耶稣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他一直是这样的祷告：上帝啊，你饶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耶稣这样的喊叫也是有理由的，耶稣因为心脏破裂而死也是有理由的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十字架才能够融化我们刚硬的心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罪让人多么的痛苦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为我们牺牲，而且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不单单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是心脏破裂而死。这也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悟到罪是多么的可怕，罪是多么的痛恨。这也就是罪在我们心里结束的唯一的道路。当我们的内心完全的胜过了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完全的征服了内心当中罪恶的时候，死亡的毒钩就再也不能勾住我们了，而且律法在我们里面再也找不出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非常的恨恶罪，因为这个罪使我们跌倒过，所以我们非常的讨厌。因为我们经历了罪之后，我们有了这种罪疚感，有了这种罪恶的痛苦，我们对罪恶感觉到非常的痛恨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死亡和罪就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，最后就得胜了。所以这个呢，正是耶稣基督从自己的宝座右边站起来的时候，因为他要保护这样的百姓。这也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的话语。当最后的患难来临的时候，那些完全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上帝的百姓，为了保护那些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耶稣基督自己的百姓，耶稣基督将会站起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最后魔鬼完全的被消灭，死亡和罪恶完全的被消灭。所以只有那些非常恨恶罪而且得胜的人，名字才能够记录在生命册上。当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当这样的百姓产生的时候，这样的时候呢，福音才能够结束，福音的工作才能够结束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要教导的福音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远的福音，我们所信的也就是这样的福音，我们所讲论的也就是这样的福音。那么这样的百姓所组成的教会，也就是最后女人的后裔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余剩的百姓。这个教会也就是遵守上帝诫命的教会，也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真道和耶稣信心的教会。那么我们各位，我们就应该拥有这样的信心。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痛苦的死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罪恶感受到非常的痛恨，非常的痛苦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就不会有因罪而感觉到可怕的心。假如说小孩子他一次把手放在火上，那么这个火呢就会烫伤他的手，那么以后他会怎么样呢？一看到火他就会非常的谨慎，再也不会把手放在火上了。我们犯罪呢也是这同样的道理。假如说我们真正的看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受的痛苦，我们这样经历了之后，我们就会非常的恨无罪，再也不会去犯罪了。那么在座的各位，屏幕前观看的各位，你犯罪以后，你的心里是不是很痛苦呢？有没有那种随着罪疚感而来的痛苦呢？有没有失去平安呢？是不是也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和分离的这种痛苦呢？有时候因为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，是吗？因为你不节制，你就会引起身体的衰弱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内心当中应当有对罪感到非常痛苦的心。上帝让我们经历罪的结果，让我们经历罪的结果之后，也就是上帝呢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是多么的可憎。这正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。只有那些对罪感觉到非常难过的人，只有当我们对罪感觉到非常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征服自己的罪。如果别人对你说错了话，你是不是就对他大喊大叫，大声的埋怨呢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被挨说的这个人他的心情会怎样呢？
肯定也是不好受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反过来，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好的思考这些。因为他做的不对，你说了他，你责备了他，难道你的心里就痛快了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那么你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就是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像刀绞的一样的疼痛，而且我们的情绪非常的低落，我们里面马上就没有了平安和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犯罪了，因为我刚才跌倒了，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难过。所以罪的结果呢，是为了让我们对罪有憎恶的心，有憎恨的心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世代不会再长久了，我们的上帝现在正等待着成为圣洁的忠诚的教会，忠诚的百姓出现，也就是征服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撇弃那种以前按照自己的血气做事情的习惯，我们应该经常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心。我们的主耶稣曾经战胜了魔鬼，就坐在了上帝宝座的右边，一直为我们做着中保的工作。但是当我们战胜魔鬼的时候，当我们这种战胜魔鬼的教会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耶稣基督将要站起来，脱掉中保者的衣服，穿上报仇的衣服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恳切地祈求上帝，让我们对罪有那种非常难过的心，让我们对罪有非常痛恨的心。如果你过去犯了很多的罪，有很多的失误，请你现在，请你从今天，从现在就开始下决心，再也不要去犯罪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。在屏幕前的各位啊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，我们所剩的时间本身就不多了。只有当我们都经历了福音，我们在福音当中完全的得胜了罪恶，只有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才能再来，也只有这样的人产生的时候，福音的工作才能结束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能够在各自所在的地方把真理的光很快的散发出去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光散发出去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种经历了福音之后的品行展示出来，也就是说我们亲身体验了福音，亲身经历了福音，我们带着这样的经历去教导别人，去影响别人，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我们说传福音的本身不是用话来说的，我们必须要学习耶稣的温柔，学习耶稣的谦卑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在这样不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有那种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的品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参与到最后的工作当中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再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愿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品行，也能够预备好我们周围之人的品行。我们多么的盼望这样的教会能够速速的来到，我们多么的盼望米迦勒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各位都在他的保护当中，我们能够成为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百姓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深深的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深深的感谢你把全备的亮光和福音赐给了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过一种完全胜过罪，不再去犯罪的生活。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和你的真理，让我们对十字架有更多的感动和领悟，让我们在经历罪的结果的时候，让我们对罪产生十分痛恨的心。求你救拔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战胜罪恶、战胜死亡的人，也使我们能够拥有福音的经验，带着耶稣基督的品行出去拯救灵魂。主啊，
我们非常的盼望你速速的再来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在这个时代催促你再来的百姓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实在是不配，奉主的名恳切的祈求，阿们。